问你，那个许清幽现在和林泽哥哥什么关系啊？他俩绝对不可能。原来就是你举报了我是吧？真是没想到，徐总监每次出场都是这么与众不同。彼此彼此，莫总的邻居呢也不好当啊。看，这不错，不错这个。莫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应该问问徐总监吧。又来找我聊工作？我听不懂莫总什么意思。只有您能来游泳，我们不可以吗？我记得徐总监好像不会游泳吧？笑里藏刀，暗藏凶机，他俩互相看不对眼。你说我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莫冷面啊？你们俩绝对是有孽缘。